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后，蒙古铁骑曾经多次西征。为啥要西征呢？一方面自然是战略规划，还有一方面则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儿子。成吉思汗有不少儿子，其中嫡子就有四个，分别是术赤、察葛台、窝阔台和拖雷。这四个娃在历史上的名气都很大。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位。 托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百分之八十的军队。对于这俩儿子的处理，成吉思汗还算满意。可术赤和查可台整天掐架，这可把成吉思汗这个当爹的急坏了。查可台总指着术赤骂他是野孩子，为啥？因为他们的母亲贝尔铁嫁给成吉思汗没多久就被蔑尔乞人抓走了。等成吉思汗救出他的时候，贝尔铁已经有了身孕，这孩子算谁的？ 其实是一笔糊涂账。为了照顾妻子的颜面，成吉思汗当然认可术赤这个长子。可“术赤”这个词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“远方的客人”。好家伙，意思好像很明显了。因此，贝尔铁生下的二儿子查克台就特别看不上自己的大哥术赤，整天要跟术赤干架，还以此事各种羞辱术赤。这两个家伙看样子是容不下彼此了。 为了让他们能安稳度日，成吉思汗决定西征，给他们哥俩分别打下一片土地。正是这种思想作祟，使得蒙古西征成为了一种习惯。一四大汗国便是蒙古西征下的产物。第一金掌汗国、钦察汗国，一千二百一十九年建立，术赤的战斗力爆表，在平定花剌子模的时候立下赫,赫赫战功，因此成吉思汗。 便将咸海、里海以北的地盘赏赐给了术赤作为封地。这地方距离成吉思汗的大本营蒙古实在是有点远了。由此可见，成吉思汗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认可这个儿子的。后来，术赤和成吉思汗也闹矛盾，他常常以生病为由，不肯按照成吉思汗的调度用兵。成吉思汗还特地让察可台准备兵马，以防术赤叛乱。 可见父子闹到了什么地步？要不是术赤在成吉思汗前面走了，这场大戏还有得唱了。术赤死后，他的儿子拔都按照窝阔台大汗的命令，开启长子西征，打下了乌克兰、俄罗斯、匈牙利、波兰的大片领土。因此，拔都在父亲原有封地的基础上，又将新拿下的地盘收入囊中，这才正式建立了著名的金掌汗国。 也可以称之为侵察韩国。当然了，现在都是从数赤得到封地算起。第二，察合台汗国，公元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建立。察合台是个暴脾气，以为搞掉了老大的合法继承权，自己就能上位一样。论习俗，蒙古是幼子首造，论战功，老四拖雷一家独大。所以说，察合台这么做也是白搭。察合台在西征以后。 得到了西辽的旧地作为封地，位置大概在如今的新疆一带，这待遇就明显好太多了。虽然可发挥的空间不大，但是距离蒙古大本营很近啊。察克台虽然和术赤关系不好，但是和老三窝阔台关系很好啊。在成吉思汗死后，由于没有召开忽里台大会，因此窝阔台一直没能继位，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权都落在了拖雷手里。 两年以后，察合台立保窝阔台继位，因此窝阔台非常感激，保举察合台为众王之首。那段时间的察合台汗国日子还是不错的。第三，伊利汗国，公元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建立。其实成吉思汗只安顿了术赤和察合台这两个儿子，他就驾崩了。本来打算打下金朝和西夏以后，再安排一下拖雷的事情。 可惜成吉思汗没那个寿命，因此老四托雷实际上是没有正经封地的，他的封地都在蒙古境内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所以说托雷这一支要想建立自己的汗国，必须要靠自己争取了。幸运的是，托雷的儿子蒙哥、忽必烈先后成为了蒙古大汗，而托雷的第六子序列物再次负责蒙古西征，他攻下了巴格达。 灭了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，在这一带建立了伊利汗国。第四，窝阔台汗国，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建立。很多人表示不解了：窝阔台不是蒙古大汗吗？为啥他还要单独搞一个汗国呢？其实，窝阔台汗国并不是窝阔台本人建立的。窝阔台继位之前，其实也象征性的得到了一块封地，在新疆境内。 窝阔台成为大汉以后，就把这块地盘给了自己的大儿子贵由，顺道把次子扩端封在了甘肃武威。贵由继位以后，没两年就去世了。这个时候，远在西方的拔都强烈支持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位。蒙哥汗继位以后，窝阔台家族可就炸开锅了。不管蒙哥汗怎么安抚，窝阔台家族都觉得拖雷家族抢了他们的东西。 可窝阔台家族各大诸侯偏偏不能团结起来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托雷系的人坐稳大汉的位置。这个时候，窝阔台的孙子海都逐渐暴露了自身的野心。他通过各种手段，将窝阔台系的力量集中在一起，自己做了老大。等到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以后，海都积极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，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。 结果，忽必烈获胜。海都终其一生都在与忽必烈较量。他所建立的窝阔台汗国，就是在窝阔台封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二、四大汗国各自是怎么灭亡的？除了四大汗国以外，最惹人注目的便是元朝了。忽必烈灭了南宋，在中原建立了元朝。说实话，和那四大汗国的确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。名义上。 多数人还是把忽必烈的元朝当成宗主国，实际上，这四大汗国早就已经具备了分庭抗礼的实力。尤其是窝阔台汗国一直和元朝不对付。第一，寿命最短的是窝阔台汗国，只存在了五十八年。海斗知道窝阔台汗国压根就不是忽必烈的对手，因此他最初想要向西争夺一块地盘。可我们都知道。 新疆和中亚那地方，也许给了察合台加了。这么一来，海都要想扩大窝阔台韩国，就必须要从察合台韩国这儿抢地盘。本来两家人关系很不错，结果因为这事儿闹掰了。海都通过战争夺取了察合台韩国的大片土地。忽必烈为了限制海都，特地扶持了察合台的曾孙巴剌为察合台可汗，让他与海都的窝阔台韩国争雄。 因此，海都不得不与元军交战，可惜寡不敌众。此后，海都学聪明了，与八剌合作，瓜分了河中地区，合起伙来与元朝抗衡。可趁着八剌战死，海都又占了察葛台汗国不少地盘。这家伙太鸡贼了！一千二八九年，忽必烈受不了这家伙了，索性带领大军清征窝阔台汗国，吓得还得连夜跑到了西边。一直到一千三零四年。 倭寇台汗国才与元朝握手言和，而忽必烈和海都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此后，元朝采取扶持窝阔台汗国权臣的策略，让权臣和宗室内耗。等到他们内耗的差不多了，公元一千三百零九年，元朝再一举消灭窝阔台汗国就容易多了。第二，危机四伏的伊利汗国存在了七十九年。说实话。 托雷的第六子序列物建立的伊里韩国是地理位置最差的一个地方，为啥呢？因为这地方危机四伏，正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，也是战火纷飞的一个地方。他们的南边有阿拉伯人，西边有拜占庭帝国，北边有钦察汗国。这地涵盖了现代中东的一部分，可以说从古至今就没有消停过。所以说，序列物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 为了夺取叙利亚，伊利韩国几代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都不错，而且还派人去罗马教廷学习。只可惜周围强敌林立，这是伊利韩国最吃亏的地方。波斯、钦察韩国、奥斯曼帝国都来占便宜，最后帖木儿帝国跑来溜达一圈，彻底将伊利韩国报销了。第三，察合台韩国延续了四百六十一年。 察可台韩国一直处于内乱之中，由于察可台的子孙太多了，导致谁都有继承权，因此别人还没来攻打，他们内部就先动起手来了。此外，察可台韩国的地理位置很尴尬，窝阔台韩国、清查韩国都想要兼并察可台韩国的地盘，元朝就更别提了，始终利用察可台韩国和窝阔台韩国的矛盾，让他们互相争斗。 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，所以说察葛台汗国在一百二十年时间里，居然换了二十三个大汉，后来更是直接分裂成了东察葛台和西察合台。称霸中亚的帖木儿帝国，就是在西察合台汗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东察葛台汗国几经周折，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初年，最终被准噶尔汗国所取代。第四，清察汗国延续了二百八十三年。 钦察韩国占据的地方，其实也是个战乱纷飞之地。北边有罗斯诸国，南边有拜占庭帝国，西边就是法兰克王国的几大分支了，东边又有察葛台汗国。不过，钦察韩国最初是专门欺负人的，为了地盘，他们可以不择手段，甚至侵占过伊利汗国和察葛台汗国的地盘。因此，钦察韩国也是四大汗国里地盘最大的汗国。 等到元朝灭亡后，拔都的后人逐渐被白帐汗国可汗所取代。到了十四世纪末期，金帐汗国开始分裂，同时又遭到帖木儿帝国的攻击，可谓是雪上加霜。这个时候，那些臣服于钦察韩国的小弟们纷纷自立，瓜分钦察韩国的地盘，因此钦察韩国此时变成了大帐韩国，地盘严重缩水。 其中有个小弟叫莫斯科大公，他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强盛。金帐汗国打算收拾一下小弟，结果反而被莫斯科公国给揍了。从此以后，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。公元一五零二年，钦察汗国被另一个小弟克里米亚汗国击败，自此钦察汗国彻底灭亡。由此可见，元朝存在了九十八年时间，在蒙古帝国的五大分支里，不算是最短命的。 至少有倭阔台韩国和伊犁韩国垫底，所以说呀，占了地盘不会统治，其实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融不进去的结果就是早晚被淘汰。显然，蒙古帝国的各大分支并没有做好这一点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